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学姐，现在你们收拾衣服，搬走了。招财进宝，这个笔记本脏了。这里还有湿的衣服。一起装起来。现在已经到了小九这里来了，晚上我就住这个房间，进去看一下，收拾一下房间。现在都不用喂你们了，晓不得？只是这里偷吃了，这一包能吃多久啊？这里还有热水器，晚上不用烧水，直接接水就可以了。晚上我就住这个床了，嗯，在那穿被子来就可以了。那里有个唐老鸭。
这里还是不错的，比我那边租的那边好多了，那边有点简陋，先住在这里吧。